是我跟苏玉水相处的最后一天。我现在要去化妆了。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走这条路了。沙青快乐！沙青快乐！我准备要去上班了。今天是跟苏玉水相处的最后一天。此刻的心情有点复杂，因为跟他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，然后今天就要跟他说再见了。比较开心因为要杀青了，也有点不舍，还有一些难过，可能短时间内见不到他了。